你给他看了？没有。我最近一直觉得不对劲，我想问问你到底怎么了，你在想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但是我没问出口，因为我害怕如果我问了就没有退路了。阿赞，只要我做完这件事儿，我们就可以踏踏实实的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了。不许你伤害陈小满。我知道陈小满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可以把视频给他看。不想你为难。爸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东西不在陈小满那儿。那在哪儿？解封他。你说你这么爱画人物，什么时候把我也给画进去啊？就用你啊。哪个？这个蓝色的这个。小满，格子，我想跟小满聊一下。我去回个邮件。嗯，快坐。怎么样，你跟静静领证了，是不是该准备婚礼的事情了？啊，还要去度个蜜月，我给你发一个大长假。自从上次小童来了之后，我觉得赵俊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他不愿意再提起家里的任何事儿了。有些时候，事情发展到不可避免的时候，我夹在中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确很难让人一时间全部都消化掉。没事，慢慢的缓缓。小满，我想了很久，
尊重你的决定。满格工作室永远都是满格工作室。希望你和俊俊一切都好。我们都会好的。站住！杨校长，俊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包里装的什么东西？三舅，三舅，俊俊，你拿三舅的瓶子做什么？俊俊，不是你拿，俊俊，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情？我爸要这个瓶子，他为什么要这个瓶子？他出什么事了？这瓶子能救我爸的命，三舅。你不能拿走，俊俊得听三舅的。你拿走，三舅我求你，犯法的。你给我吧，三舅。不能拿走，给我。三舅，俊俊。俊俊能替三舅的，这个瓶子你不能拿走。你把这个瓶子拿出来，该犯法的。庄子红，你不要害了女儿，放开！三舅，俊俊。爸，上车。俊俊，你回来了。大晚上的怎么不开灯啊？就想找你坐坐，聊聊天。
有个问题，我想挺久的。你后悔过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结婚，后悔嫁给我爸。世上没有后悔啊。那你后悔生我这个儿子吗？和你爸结婚，也许是我一生最悲哀的事情，但你是我唯一的安慰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出大事儿了。我结婚了。我和格子领证了，你看看，这孩子，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好给你们准备结婚礼物呀。准备什么呀？我们都不在意这些，是不是挺突然的？我们也是临时起意，婚纱照都没拍了，就拍了个结婚证上的照片。那照片拍的可好看了，改天带过来给你看看。啊，哎，结婚了，你儿子结婚了，长大了，难受什么呀？那我先回去了，改天呢，改天带你儿媳妇回来看你。让你消停。俊俊，走吧。早点休息。